人家都在睡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工作。十多二十年来都是这样子，思考啊、思维啊各方面是最清醒的时候，这个习惯呢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在国外住了二十多年了，在不同的国家住，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文化呢，他们对我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好像我在法国住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的画呢会超像一些比较浪漫性的东西，好像我住在意大利啊，他们又我的画画又有了一点不一样，非洲啊我又有了一些新的那个素材。在驻留期间我才能观察到他这种创作的手法，因为很多艺术家的创作其实它是一种非常私密性的，可能在创作过程中谁也不能被打扰，但是我当坐在他旁边看他创作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建构解构然后再重新建构的这一套语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好像每一笔啊每一个点啊每一个颜色都是有它的困惑的，有时候呢想的太多了，我又觉得自己要发疯了。实际上要发疯的时候有时候才是最好的，那个时候那个激动那个迷茫还有那个 puzzle 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苏醒 Canal 个展这个项目是我们在乡画廊从去年以来创建的国际艺术家驻留项目，在2017年的第一个个展，它采用了中国最古典的材质宣纸和西方的拼贴手法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特色，表达出我们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无穷的探索。我在国外住久了，因为他们的影响很大了，有时候呢你很容易就会跟他们变得跟西方的一样，知道吗？人还是比较脆弱的嘛，比较难的就是我要将我那个东方的那种感觉在我的画面上，我一定要保持它下来。